自前年起，共有近410起食品标签不合格的案例，当中包括所标示的健康声明和事实不符。不过，农粮与兽医局表示，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一些业者对食品标签的了解不足，并不是刻意欺瞒。根据农粮兽医局条例，售卖有机食品的供应商必须拥有由认可机构所发放的有效证书。包装食品、预包装食品则必须标明食品分量以及所使用的材料，而正确的标签有助于消费者更好地选购食品，确保安全。Whether the food product contains allergen, and allergen is actually a very serious food safety concern. And for consumers who have food allergy, they may exhibit hypersensitivity condition, which is actually can be fatal.农粮与兽医局表示，当局设置条例定期检查以确保食品安全，但在提供准确食品标签方面，食品业者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。当局也会加强这方面的宣导，以提高业者的意识，减少不合格食品标示的数量。